有嘢食，有嘢飲。你穿和服的话入景福宫就免费。第三天的早餐 BR 奶 Yeah Day Free这几个袋就是他们昨天在 Martin Kim 的战利品，噔噔噔噔，就是最出名的 Ham and Cheese， 长期的 MVP 是真的有原因，超好吃，是今天三款里面最好吃的。这一款 BR 奶我觉得还好，跟着就是薯饼这款，薯饼这款第二挺好吃，最后肉这一款我觉得真的麻麻地，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夹，不过面包本身就超级好吃，因为劲浓郁的牛油香味啊。我哋 Day Three 嘅第一站咧就系嚟乐天世界，乐天世界，下下咧，嗨，又系我哋啦，拍一次先。我哋去到乐天世界啦，之后就租客户，有得拣好多衫，裙裙，喂。之后仲有得拣上面嘅冷衫，极青春啦！我哋全部庄员都换晒校服啊！大家换完套衫咧，都好似啲韩国女高中生啦，即系呢个劲似嗰啲劲曳嘅日本女高中生。同普通乐园都一样啦，都有啲商品区可以俾大家选购精品嘅。呢一度咧就系室内嘅园区，其实室内都几大，几多嘢玩。我哋谂住本身去玩呢个海盗船啦，不过因为有巡游，所以咧我哋系过唔到去。好夸张，要排150分钟。好多人啊，今日都原来160分钟啊排，黐线，个个都系排2-3个钟起跳咯。夸张咯，出去都要排队咯，劲抢咯，呢个系啲人流管制嘅东西。哇！好蠢啊！等等等等，人一米大。我想講出面都幾曬，不過就唔係話超級熱咯，好似26-27度咁樣咯，感覺都係會流汗。貴全個韓國嘅人嚟洗，係啊，勁誇張咯，排勁耐咁咯。而家咧，我哋係2:45啦，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先排第一個機動遊戲咯，嚟玩排隊。韓國有個字會字出咗，乜嘢？초코우타로미크티청포도제스민티자몽요거트로이도85라我全部都是可乐啦，真的好少哦。等五分钟啫，非常好。耶，有嘢食，有嘢饮 ，very nice。排骨串。这个面包强劲的，我感觉有少少少糖，好饿嘅时候食咩都冇食。边一个最好吃啊？三个都差唔多。OK， 我觉得咁多杯入面咧，呢杯系最好饮，芒果糖贴，好饮，嗰日系 best 啊呢杯。我想讲咧，已经等咗呢个过山车，等咗差唔多2-3个钟，仲等紧。我哋试呢本咩都未玩过。一首歌啊，三日韩国之旅，有三一起去玩公园。等咗全一先至玩得一个，将世永系寂寞。仲有一个系。一个系重点，我哋一齐唱。自己啦，自己唱。呀呀呀！诶，终于入到嚟啦！都系都要排队噶，但系系唔会排得完噶呢条队。
排隊地獄，排隊地獄，歷時三個鐘都有咯，真係。終於到我哋玩啦！三個鐘，哦，第一行。哇！啱啱玩完啊，我覺得比我想象中好玩好多。推介我哋決定兵分兩路，我哋去咗睇咗嗰個 French Revolution 排警樂隊先，另外一邊咧就睇激流激流激流。可愛造型薯條。哦，咁沙咪哒。幾多半行嚟？$4,800一個，其實幾抵。如果以遊樂場嚟講，呢個物價係不錯的。我去嗰啲迪士尼同埋 Ocean Park。最尾咧，我哋今次呢個樂天世界咧，就係玩咗一樣嘢咯。OK， 攞翻我哋嘅嘢，跟住啲蝙蝠咧，我哋就出發去新沙洞飲呢個蜂巢啤酒。已經換翻自己衫啦。我哋而家報時6:43，我哋準備去食 dinner 啦。啊，仲要价钱唔贵，喺新沙洞，我哋就嗌咗午餐肉海鲜嘅汤饭同埋一个鸡蛋卷，呢啲就系小菜啦。个人觉得个芽菜都偏辣，仲有呢个几好食甜甜地嘅鱼饼，都系好辣嘅青瓜。不过就咁睇咧，两个窝嘅分别好似不太大，好似基本上一模一样。我几中意佢嘅午餐肉切到超级大粒，同埋两个窝都一样，里面有超级多泡菜。不过我想讲，我成个口都生晒痱子，超级痛。不过整体食落嘅味道冇话好惊艳，系比较家常嘅味道。呢个咧就系嗰个鸡蛋卷啊，感觉咧佢系用咗超级多只鸡蛋啦，同埋佢里面咧系冇任何配料，整体嘅味道咧系比较偏淡嘅。拍埋其余两台台嘅庄园先，原来要 book 位嘅，所以我哋 book 咗另外一日嚟。十个人玩呢个高潮，其实嗰六好夸张，印度巴士。你俾大家睇下呢间房究竟得几细？会话呢一个 area 系，我已经0.5咗啦。灰灰灰灰，就已经咁样咯。即系初够手啫，讲真。所以呢度收十个人咯，大家谂下几咁恐怖嘅一件事。其实应该收三四个人系顶准咯，我哋收咗十个人咯。好，我哋而家咧影完人生四格咧，我哋又翻酒店啦。同车嘅 Uber Buddy 啊 ，Uber Buddy 搭完的士咧，咁而家就去咗 E Mart 度买酒饮，呼调酒师不是我，哈哈。哇！家嚟韓國一定要買呢個雪糕，姨媽買，我哋買係特價4,900won，極平極好食，全部莊園推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是 day 4嘅朝早，我哋第一餐咧就去咗食呢个孔明一隻雞，佢上碟咧系真系原隻雞，后屘咧就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佢，我哋额外加咗年糕啊、面等等嘅配料。每个人都有碟嘅汁，如大家所见是比较清淡嘅一餐。啱啱落咗刀削面，不过佢刀削面好唔刀削面咯。最后咧就会整碗粥，仲有紫菜同埋鸡蛋添。会话呢碗粥系今餐最好食嘅嘢。景福宫。Hello 大家，啱啱咧就食完鸡，而家咧就准备去景福宫着韩服。我哋终于换好晒韩服啦，我哋而家出发景福宫影相，6:30，两个钟影晒再加还我呢套衫。Hello， 披萨公主。哦，公主念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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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宝唇膏嘅宝唇膏。我哋揾一个位。公主妈妈。
我哋而家就 set 緊腳架，準備拍團體相啦。我哋著和服嘅話咧，入景福宮就免費。漫步景福宮，我哋拍到6:00，我哋而家撤退啦，我哋走啦。安妞，景福宮，啲音勁聲，喂。好多人都是呢個時間華航服咯，而家去到華航服嗰度咧，佢一條超級窄嘅個巷仔入面，10,000一日，5,000尺頭，所以 total 係15,000。跟住我哋嘅晚餐咧就係食燒肉方體啦。除咗燒肉同埋大醬湯之外咧，仲有其他 menu。基本上咧無限供應咧就有呢兩款五花肉。仲有呢啲小食可以自己拎，记录低我哋今晚第一块烧嘅肉，咁中间咧就系大酱汤，都系无限供应嘅，额外单点嘅酒。佢总共系有两款肉啦，咁呢一款咧系好食啲嘅嗰一款嚟嘅，佢呢一款嘅肉质咧就会嫩滑啲嘅，呢款咧就系喺个雪柜左边嘅嗰款嚟嘅。呢一款相对地就会冇咁好食，因为呢一款比较硬，都系食翻呢款攞菜包住嚿肉啦，再加泡菜都超级好食。未成年嘅你哋睇住我饮就可以啦。两嚿。拜托，大家一定要试下呢个食法啊！包两嚿肉超级正。我哋另外都嗌咗呢个水冷面，食烧肉咁热气嘅嘢咧，配埋呢碗水冷面真系一流啊，超级正！而家加紧啲黄芥末，我觉得加完之后咧劲攻鼻，不过都不错，得几好食。我哋啱啱就食完烧肉，而家就喺云大呢条好多嘢买嘅街度行街，一人收获咗一件衫。跟住我哋就准备翻 Airbnb， 然后行多阵再翻 Airbnb。我晚入屋。